起走深山，叛兵攻入晋城，宫内太监造反，请太皇太后和皇上速速回避啊。别慌，这些毛贼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不必再抱。这听见了吧，这已经打到门口来了，你就是再退位又能逃到哪儿去呢？逃到边关，边关就那么安稳吗？如果他吴三桂真的成了霸业，我们还能够平安一隅吗？列祖列宗血染关山，方才统一天下，难道你就这样拱手相让吗？你皇祖母，叛兵已经到了，你还是先躲。你以为那些危难是在外头？不，大清国最大的危难不是那些叛军和太监，而是在你的心里。你五内如焚，六神无主，你是退位而弃天下呀，你呀、啊！当年你父皇顺治，就是败于自个儿的心魔，才使得半世帝王弃天下而去。难道你也要不起后尘，重蹈覆辙吗？不要学他，要学这些列祖列宗，学你的皇祖母，我孝庄。天塌地陷，岿然不动，日月星辰，唯我独尊呐、啊，孙儿啊！你要是想打败吴三桂，首先要打败你自己，懂吗？过来，到祖母这边来。只要咱们祖孙俩不倒下，别说他一个吴三桂，哼，就是他十万个吴三桂也不在话下。丫头，开门去。急奏圣上，叛兵攻入晋城，宫内太监造反，请太皇太后和皇上速速回避。大家都听着，撤藩是我孝庄的意思，皇上是按照我的意旨去办的。今天就是有天大的事情由我孝庄来顶着。关于撤藩，他吴三桂撤也反，不撤也反，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，大家应该坚信我们的大清是铜铸铁打之江山，只要咱们君臣一心，将士勇猛，定能够歼灭叛敌，永驻江山。